各位同学大家好，欢迎收看服务业管理教学课程。这一讲次我们将进入第六单元服务现场管理，介绍第十五章服务接触管理。我是国立台中科技大学休闲事业经营系严昌华老师。今天跟大家一起讨论服务业管理议题的来宾是邓秀玉老师。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国立台中科技大学休闲事业经营系邓老师。本讲次呢主要有三个重点，第一服务接触，第二服务接触的类型，第三服务接触的相关理论。首先我们介绍第一节服务接触。服务接触呢一指服务人员与顾客在直接接触的时间点内双方互动以及影响下所形成共同的一种经验。而这样的经验呢不只在于顾客与服务人员之间的互动过程，还包括整个服务组织和顾客之间所有可能发生的一些活动，涵盖服务人员、有形的设备或设施等呢，可以看得见或者可以触及到的事物。因此呢，服务接触是从第一个接触时间点开始，到完成所有服务的整段时间内顾客所感受到有形的实体环境，像是豪华旅馆富丽堂皇的大厅、舒适的沙发区，以及呢无形的服务的传递过程像是饭店以这个以客为尊宾至如归的一种亲切服务。那服务接触呢是影响顾客知觉服务品质的重要因素，也是呢整体的顾客经验的一个成败。北欧航空公司前任总裁叫 Jane Carson， 他就是呢用服务接触的重要时间点称作所谓的关键时刻。那这个关键时刻呢，它指的是顾客跟服务企业员工相互交流的时刻。那广义而言，就是顾客与服务企业的各种的资源发生接触的那一刻。当顾客呢正在评估该服务，并且呢对这个服务形成看法时，通常就会发生在当下短暂的某一个瞬间的接触，而这个时刻呢就决定了服务企业未来的成败。所谓台上十分钟，台下十年功，服务企业呢投入众多的资源和教育训练，就是希望在这个重要的时刻把最好的那一面呢展现出来。那 Jane Carson 呢他就指出，平均呢每一位的顾客接受这个北欧航空公司服务的过程当中，会与呢五位不同的服务人员做接触，而平均呢每一次的接触呢是短短的15秒内，就会决定了整个这个公司在乘客心中的一个印象，结果影响到呢顾客对服务品质的认知。那例如一位搭机旅客，他会经历过一连串的服务接触，包括电话定位、订票还有呢机场柜台报到、行李托运、登机手续机场的服务以及行李的提理。那这个5个15秒钟可能就是北欧航空公司服务接触的关键时刻。那每位员工呢都应该在顾客面前展现最好的15秒钟的服务这就是服务企业能否争取到顾客的关键。那关键时刻呢通常是获得优良品质还有声誉的关键要素，也能够为服务企业创造独特的竞争优势。那强调服务企业那么它的应该要颠覆它的原有的一个组织架构，那将最底部的与顾客接触的服务人员放到位置这个位在这个组织图上的一个最上端将焦点放在满足顾客的需求上面。那 Jane Carson 呢他也用服务人员的 ABC A 是他的外表， B 是行为，那 C 呢是沟通，这三个方面呢来认为呢改善服务接触的成效就在这个三个面向。因为他发现呢顾客的第一印象的成分当中，外表、行为、沟通分别占52%、33%以及15%。
也是影响顾客忠诚度跟满意度的因素。那 Jane Carson 呢，他在1981年进入到北欧航空公司担任总裁的时候，这家公司呢其实已经连续亏损，而且金额非常庞大，然而不到一年的时间就能够转亏为盈，因此呢，服务接触管理就成为许许多多的服务企业非常重视的一个课题。那接着我们介绍第二节，服务接触的类型，我们可以根据呢服务传递的方式，将服务接触呢区分为三种类型，包括面对面的接触、电话的接触以及呢远距的接触，这个部分我们请邓老师我们同学详细做说明。好，第一个呢是面对面接触，这个指的是呢服务人员和顾客面对面的接触，除了口头言语之外，还包括外在线索及实体设施，例如餐饮服务人员的穿着、脸部表情还有辅助设备。面对面的人际接触呢是双向的人际互动，也是角色扮演的结果，因此顾客的肢体语言也通常展现出他们对于服务品质的评价，而服务人员可以从顾客这些资讯当中来迅速调整他的服务动作。第二种是电话接触，指的是服务企业与顾客的接触，主要是透过电话的沟通来达成。例如航空公司定位与客服中心呢，还有电话行销公司，他们的服务人员呢，经常需要透过电话与顾客进行服务沟通。不同于面对面的服务接触，电话接触在互动上呢，存在着较多的变化性。例如员工的口气、态度、专业知识还有处理的效率呢，都会直接影响服务品质的认知。第三个是远距接触，指的是服务企业呢非透过人员直接与顾客进行互动的接触，通常是经由所谓的邮寄啊、网络啊还有机器设备来完成。例如顾客呢透过银行自动提款机进行金融交易服务，消费者呢透过网际网络来订购商品，由宅配方式呢送货到家。虽然远距接触的一个方式呢缺乏人与人的一个互动，但每一种服务的接触点都一样会影响顾客对于服务品质的认知和满意度，尤其要注意服务失误时的处理机制哦。谢谢邓老师的说明。那另外呢，我们根据服务接触的程度，我们也可以将服务呢区分为高度的服务接触、中度服务接触以及低度服务接触这三种类型，这个部分我们也请邓老师我们同学做说明。好，那第一种呢，高度服务接触指的是顾客呢必须亲自到服务企业现场呢使用设施或设备的服务接触，而且消费者呢在接受服务传递时，从头到尾呢必须跟服务业者互动。那服务接触的时间比较长，像是健身俱乐部、美容 SPA、 旅馆业，这些呢顾客必须在特定的场合由服务人员提供服务。那这种顾客与服务人员之间的接触呢，既实质又具体，主要服务的是人员而不是物体，借由塑造出业者服务的美好形象来吸引顾客前来与服务人员互动。而在服务传递的过程当中，顾客经常会接触到许多实体的讯息，例如从建筑物的外观跟装潢、设备与摆设、服务人员的穿着跟表现，甚至是呢其他顾客的行为等等。那第二种是中度服务接触，这种服务传递的过程当中，仅仅需要顾客较少实质上的摄入，顾客与服务人员接触的密度较小。那顾客呢可以选择到服务企业所在地或选择其他服务地点，仅需等到服务全部的结束，顾客就可以离开了。例如消费者呢可以透过分布台湾各地的 7-11 便利商店进行信件或包裹的传递服务，当完成托付手续以后呢，就可以透过快递公司完成运送的服务了。第三种是低度的服务接触，这类型的服务传递过程当中呢，顾客与服务人员极少的实际接触，或者接触的时间极为短暂，反而都是借由电子或实体配销管道作为媒介进行远距的服务接触。那随着资讯科技与网络的进步呢，透过所谓的电话或者是网际网络就可以完成服务传递。例如我们可以透过 7-11 的 iPhone 购买高铁的车票，利用网络呢在美国亚马逊的网站购书等等。那借由这些科技服务的方式，可以不受时空的限制，享受虚拟交易的方便性。
那像台新银行跟国泰银行呢，都推出所谓的 APP 视讯客服，民众呢只需要一只手机就可以完成过去仅能在分行实体柜台完成的业务了。谢谢邓老师的说明。接着呢，我们介绍第三节服务接触的相关理论。服务接触呢是整个顾客服务经验的核心，每一项的接触呢都有可能包含顾客还有服务人员以及设备的一种互动，那将会影响到呢顾客对于最终服务绩效的一个评估。而服务接触的相关理论当中呢最为知名的呢而且重要的呢应该就是属于所谓的服务生产模型还有剧场理论。那以下呢我们就为同学呢详细做说明。首先呢在服务生产模型方面，我们知道服务体验呢是指呢顾客在整个服务消费过程当中的一种感受，也是影响服务绩效跟顾客满意度的重要因素。那服务生产模型呢，它是将行销作业还有呢顾客整合在一个系统里面，用来描述顾客所可能接触到的服务企业环境。各位同学可以参阅图中15-1这个图呢，服务生产模型呢主要包括服务实体环境、第一线接触的员工还有其他顾客以及服务组织它的内部资源系统这四项的因素。那例如一个团体旅游的一个服务生产模型，它是由呢旅游服务人员这人员里面包括了旅行社的业务啦、服务人员啦、领队导游那还包括了参团的顾客还有旅游实体的环境以及旅行社运作的一个机制这四个部分所构成。那服务生产模型呢包括了看不见的就是它的内部资源系统，以及看得见的就是服务的实体环境啊，还有第一线接触的员工还有其他的顾客包括这两个部分。那看得见的部分呢也就是构成所谓的服务传送系统。那看不见的部分呢，那就是所谓的技术的核心。而根据呢接触程度的高低服务的作业的可见的程度呢也有差别在高度服务接触方面，可见程度呢相当大需要呢针对互动的过程来进行管理。相对的呢低度接触的可见程度就相对呢较少。那技术核心呢一般是属于后场的部分，大多数呢是顾客呢看不太见的那透过了技术的核心，服务企业将投入的要素进行处理而转换成这个服务的商品举例来说，那餐厅的厨房它根据顾客的订单针对食材进行处理，而烹调出顾客指定的美食佳肴虽然呢后场的座位是顾客看不见的，但是呢后场的运作的效率也会影响到前场的一个服务作业如果我们餐厅厨房烹调速度太慢，就会影响到呢前场服务员的一个送餐的作业。那服务的传送系统呢是指当这个技术核心处理完那如何将服务的商品传达给顾客的一套机制它包括了顾客可以看得见的一个服务的作业系统这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你可以看得见服务人员还有设备还有设施。那另外呢服务场所里面的其他的顾客也是属于这个服务传送系统的一环。那在服务的生产跟运送的过程当中，顾客企业还有第一线服务员的良好的互动，它是影响服务生产系统呢价值创造很重要的因素。而有效的服务传递呢在于顾客跟服务员还有第一线人员的互动。那为了要去创造这个服务生产系统的价值，现在已经有很多的服务业者呢他把顾客视为人力资源系统里面的一个重要的部分那服务生产的模型当中包含了这四项的要素包括了服务实体环境还有第一线的接触员工还有其他的顾客以及呢服务组织的系统的一个内部资源系统。那这四个部分呢我们请邓老师我们同学做详细的介绍。
好，那第一个部分是服务实体环境。服务实体环境是指顾客在服务提供地点时所接触到周围实体环境的一个形式、外在跟其他有关服务体验的要素。由于服务具有无形性，因此顾客呢对于品质的一个感受常常缺乏客观性，他们呢必须要依赖服务当时周遭的实体环境来帮助他们评估服务的品质。那服务实体环境包括周遭环境、空间、机能性以及标志、符号还有装饰。那不同的企业呢对于服务环境的运用呢有所差异。透过服务环境的规划与设计，服务企业可以有效地包装服务产品，顺利进行服务传递的程序，促进服务人员与顾客的互动，并且创造服务企业的差异化还有竞争优势。那第二点是第一线的接触员工。在服务生产的系统中，员工可以分为和顾客有所互动的人员以及和顾客没有互动的人员。和顾客有所互动人员主要是与顾客接触的员工或是第一线服务人员。那这些员工主要职责在于提供核心的服务，和顾客进行服务接触。例如旅客在观光旅馆的服务生产系统当中，会与柜台人员、行李员、服务中心跟餐饮的服务人员直接接触。那由于服务的生产跟消费是同步进行，因此呢，顾客在与这些接触员工的一个互动当中就显得非常重要了。而许多服务企业呢，非常重视第一线的服务人员的遴选和专业训练，作为服务差异化的重要依据。例如新加坡航空公司的 Singapore Girl， 他们是整体优良顾客服务最重要的一环，目前已经是全球化的品牌形象，也是世界所有航空公司当中形象最鲜明的，呈现出亚洲人的亲切、迷人以及优雅，就如同在客舱服务一样。第三个是其他顾客。服务企业呢，对于其他顾客的管理呢，也是影响整体服务体验的一项重要因素。因为其他顾客可能会对于正在接受服务的顾客呢产生重大影响。例如餐厅隔壁桌的顾客大声喧哗，影响到顾客用餐的情绪，或者是团体旅游过程当中少数的旅客会迟到，影响多数旅客的权益。还有就是电影当中啊，电影院啊，少数的顾客呢手机声响或高声的谈话。虽然这种影响很难经由事先预测而排除，但服务企业呢，应该预先规划管理机制，来降低这些顾客负面行为的影响。那第四个是服务组织的内部资源系统。顾客的服务体验呢，也需要服务组织内部资源系统的支持和协助，才能够顺利完成服务生产的过程。虽然某些部分是顾客看不见的，例如观光旅馆的房务部，它只负责客房清洁跟布巾的清洗。还有管理部门呢，负责财务跟安全的管理工作；采购部门呢，负责生产器皿跟食材的采购；工程部门就负责设备的维修和保养。缺少了这些所谓旅馆后场组织跟系统的运作跟处理，是没有办法提供高品质的住宿服务的哦。谢谢邓老师的说明。接着我们介绍第二个理论啊，剧场理论。那由于呢，服务的传递的内涵还有过程，包括一连串的事件，那因此呢，顾客看待这些的事件呢，就如同看一场表演一般。所谓服务如戏，许多学者呢便以剧场的概念来阐释服务的经验，这就是所谓的剧场理论。那 Goffman 呢，在1959年首先就用戏剧表演的一个生动过程来比喻社会的一个互动模式。那后续呢，就提出了所谓的剧场理论。那后续的学者呢，就进一步将剧场理论的观点呢应用在这个服务业的领域。他认为呢，服务的区域可以划分为前场跟后场，而且呢，那将前场的概念呢再扩大到这个服务的剧场，重视人员胜于过程，并将服务的传送的一个时间的情境以剧场表演的观点来看待，用来解释服务的消费时候的一个互动关系。所以服务呢就像是一套服务的剧本，顾客是人力资源的核心。那因此呢，服务剧场理论就将
服务人员与顾客视同是一个舞台的演员跟观众，共同来参与这场的演出。那后续呢，学者呢就发展出一个完整的一个服务剧场的架构。这个架构里面呢，指出了服务的传送的一个过程呢，其实包含了四项的一个要素。首先第一个是场景，也就是服务传递的一个实体环境，就像是剧场的舞台。那随着剧情的演变，舞台也会随之变化。那一般来讲呢，顾客直接接触到的实体环境呢，大多就是属于前场的部分。那第二个呢是演员，也就是服务人员，也是与顾客接触的第一线的员工，在戏剧中呢，扮演他应该要有的角色，他们也必须要去穿上戏服。那如果服务业来讲，就是员工的制服。那另外呢，还有他必须要依照他的脚本，来对顾客呢，来演出一场好的服务的戏，那就是像我们讲服务的一种语言。那第三个呢是观众，也就是接受服务的顾客。由于服务的生产与消费是同时发生，那顾客无法置身事外，在服务的这个生产服务的一个工厂当中，顾客的角色呢，不但重要，而且他的行为也会影响到服务的结果。那第四个呢是表演，是服务的过程当中，顾客跟服务人员的一个人际的互动，也是服务传递的一个主要的核心。那剧场理论呢，就将服务的场景，服务人员还有顾客，之间的交互影响整合之后呢，所形成的最终的结果就是服务的表现，包括了有形的一个产品的品质，服务的一个速度，还有服务的流程以及系统的资源。那顾客感受到的一个服务的表现呢，就会形成他对这个，该次服务的一种体验，例如如果我们从，服务的剧场理论的观点来看，一个团体旅游的服务，它是由服务的场景，还有旅游服务人员、领队还有导游，还有顾客还有人际互动呢所构成。对于参团的顾客来说，那么具有应该扮演角色，还有呢采用的一套剧本，为了使得团体旅游呢能够形成顺利，每位顾客呢也必须要共同的合作还有努力，要遵守呢团体行动该有的社会规范，或者呢是接受旅游服务人员所安排的一套剧本，扮演一位称职的一个顾客。而服务的剧场理论呢，又可以再进一步区分为所谓的角色理论跟脚本理论。那有关这两个理论的详细的说明，我们请邓老师为我们同学做说明。那第一个理论是角色理论。角色理论指的是在服务传递过程当中，服务人员和顾客依照预定的角色来表演。角色是指由经验和沟通中所得到的一套行为模式，或是在某一个环境或剧情下社会所期待的行为模式。那透过该行为的模式呢，个人在某种社会互动当中，针对其所追求的目标而达到最大的效果。在每一个服务接触中，服务人员和顾客各有其所扮演的角色。服务人员必须演好自己的角色，以符合顾客期望，否则便会造成顾客不满意，或者甚至流失顾客。另一方面呢，顾客也应该依照规定，或是采取社会期望的行为模式，否则也有可能会对服务企业、员工或其他顾客呢，带来麻烦。例如在飞机起飞和降落的时刻，旅客需要回座、扣紧安全带、收起桌子并竖起椅背。那在高级餐厅用餐的时候呢，顾客呢需要保持低声细语一样。那第二个理论是脚本理论，指的是服务人员和顾客必须依照脚本来演出。脚本是指在服务传递过程当中，服务人员和顾客所要学习及遵守的一系列有顺序的行为。服务人员必须接受正式教育训练，而顾客呢，也可以经由经验的学习、教育跟其他人的一个沟通而来。顾客对于这家服务企业的经验越丰富，对脚本的熟悉度也会越高。那脚本呢，描述在整个服务传递过程当中，
服务人员和顾客所应该遵循的行为内容与顺序。任何脱离脚本的行为都可能会造成服务人员和顾客的挫折而产生不满意。那脚本的变更呢，可能是由于新设备或者是新的服务商品，或者是运用科技将高度的服务接触转为低度的一个服务接触，则必须对服务人员和顾客进行教育，使其了解新的脚本内容和利益，以免造成误解或者是产生偏误。那有些服务企业的脚本呢，具有严格的强制规定，因此呢，可能会缺乏变通的空间。那服务人员只要按照这些规则去执行职责，便能达到快速而且有效率的工作目标。例如像银行业呢，就重视所谓的内控管理，对于从业人员有严格的规范。还有呢，像医疗服务的脚本也是如此，具有严格的标准作业程序。但是也有些服务企业呢，会给予员工他的脚本的调整空间，让服务人员可以依照顾客和情境的不同进行适当的调整，来提供客制化的一个服务。例如餐饮服务人员、发型设计师、教师，还有呢理财的专员或是管理顾问等等。那还有就是像餐饮服务人员呢，他也可以依照状况提供顾客适当的服务失误的补偿。比如说像当服务失误发生的时候，我们员工就会被企业赋予比较大的权利，像是给予顾客一些像是饮料的补偿啦，或者是说一些免费的餐点啦，来提升所谓顾客的满意度的部分。好的，谢谢邓老师的说明。这个让我想到其实因为现在的服务呢，其实如果我们根据刚才讲的服务的生产模型来看的话，那其实顾客他扮演的角色逐渐越来越重要。那再加上就是现在的一些科技的导入其实导致我们在很多的一些服务上面其实服务人员呢，他可能的角色慢慢弱化了，可能很多的企业呢，他可能会选择用 AI 或者用服务机器人的方式来介入这个服务的过程当中。所以也就是说，我们刚才所提到的这个，在整个一个剧场理论来解释的话，它可能有更多的科技的东西会在里面。那当如果是这样的时候呢，有很多很多的事情可能变成是由顾客有很多自己要来做的一些事情，来参与在这个过程当中。所以邓老师该详细所说的包括像这个这个角色理论还有这个脚本理论那其实我们过去都比较着重在是说，我们服务人员在这个工作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按照这个主管给我们的一个脚本，我们来去用我们的服务的语言或服务的行为来展现。可是事实上，其实我们还是要在未来的科技的导入之下，可能我们还要业者要去思考一件事，我们是不是要帮顾客来设计一些脚本让他能够适当的来参与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已经没有服务员的存在可能必须要引导顾客来参与在这个过程当中好的，那以上呢就是本讲次的内容下一讲次呢，我们将介绍第16章服务失误管理内容包括呢服务失误，还有呢服务补救欢迎各位同学呢下回按时收看再会。